来，给你妹妹呢。麻将。哦，是有赛，有赛是吗？对，嗨的。哦。好玩。我不知道怎么试啊，让他示范一下。小心点，你那个刀。再交给我。送吧，麻将，在中国这个应该叫莲雾啊，不知道咱们中国有没有。我在中国是没吃过这个东西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属于热带水果，但是他们这边吃这种东西要沾这个辣椒酱来吃。哇，酸辣酸辣的，再尝一个，酸辣酸辣，哦，话说这个地方真的舒服凉快，这里有一棵参天大树，给大家看看，估计最少都上百年。那树底下吃那个汤，这是阿呆家的亲戚，在这边租摩托车，他的摩托车租一天是15万老弟，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在60来块吧，也挺便宜的。这边支了个铁架，估计是平时在这边做饭。浇面，浇酸辣酸辣，开胃啊！吃这个甜一点，尝一下啊，尝一下。嗯，妹妹，这个要甜一点啊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多了。